那一年，春风吹过南岳大地，一颗美丽的种子破土发芽。观澜湖的先创者朱树豪博士用他的想象力，在远方的这片不毛之地上，一草一木搭建成片片绿荫。20年，水滴汇成小溪，小溪流向海洋，这片土地上将书写一个又一个传奇。是什么能让云朵欢笑？是什么能让候鸟成群？是观澜湖第一个球场的诞生。那一刻，人们沉浸在惊喜和赞叹中。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深藏在领航人的心中，它叫做世界第一。为了梦想，我们日以继夜的创造，一座美丽的城堡降临了。这就是观澜湖第一个酒店，它犹如森林仙子，散发着奇幻的魅力，从此吸引着天南地北的贵客流连忘返。仅用了12年，一个伟大的梦想，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奇迹，它真的出现在世人眼前。观澜湖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成为世界第一大球会。这一天是观澜湖人的荣耀，是我们共同的辉煌。脚步从未停歇，我们勇敢前行，迈进新的领域。而后，大宅、豪园一座座拔地而起，比佩亚、小峰居一幢幢华丽诞生。我们用最独特的方式向世人诠释，高尔夫不仅是一项运动，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朱鼎健主席带动着一双双巧手辛勤筑梦，让梦想再度腾飞。深圳球会倾国倾城，东莞会所美轮美奂，就在这青山绿水间，仿佛一个新的人间天堂。飞越琼州海峡，在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上，在那亘古的火山岩上，独具热带风情的海口观澜湖，用又一个神奇的姿势跃入了全世界的视野中。美丽的海南岛从此有了新地标，观澜湖也拉开了更为壮观的多元化发展序幕。
精彩仍在继续，兰桂坊来了，电影公社也来了，更为震撼人心的剧情即将展开。这些新鲜的元素加入观澜湖，它将愈加绚丽多彩。我们再造一座城，一个深圳的新地标，这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我们观澜湖人送给世人一份最特别的礼物。观澜湖新城从破土动工的那一天起，令世人惊叹，未来还有无数的奇迹等待我们去创造。大鹏展翅从南向北，自东而西，鸿鹄之志，上下求索从未停歇。我们战略的眼光早已布局全国。绽放活力，启航未来。在集团主席朱鼎健博士的率领下，我们观澜湖人再次踏上新的征程，脚步更加坚定了。20年共忆峥嵘岁月，20年捧起初生朝阳。观澜湖的20年里，有你有我，观澜湖的明天是我们共同谱写的璀璨华章。